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呀？您嗓子都怎么了？没事，您说吧。他这个生命体征啊，和这个神经反应都正常，血压、呼吸和脉搏呢也都正常，病人应该属于正常苏醒。啊？那不是回光返照？当然不是回光返照。 病人除了语言表述和行动机能没有恢复，其他的都已经醒了。不是，那昨天晚上你俩眼睛瞪贼亮。啊，你们所描述的这种状况哈，多半是由于啊，他沉睡多年，一旦醒来会不自觉地排斥闭眼睛，或者说是排斥黑暗。啊，排斥黑暗。 所以这一时间呢，他表现出来的那个亢奋情绪都属于正常。哦，以后呢，再睡觉呢，给他开着灯，让他呀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。这容易做到，容易做到。是。睡了13年，能够醒过来，真是件奇迹。是。你看，他现在已经有了思维意识，而且呢，多少也能动弹了一点，很快就会说话了。 用不了几天，他就该要学走路了。所以呢，这段时期啊，夜间陪护一定要小心。你太太呀的心理啊，比正常人呢要脆弱一些，啊，所以以后呢，容易刺激你太太的事儿啊或者话题啊，尽量免谈。你放心，我是心理医生，我会提醒他们的。哎，提醒他们。行，那就好。基本该注意的。 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去做，啊，下一步呢，加强他的肢体康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您，谢谢，不用送了，别送啊，没事，再送，谢谢啊，张大夫，好，他老试试的什么意思？对对对，啊，这个不太好说，每个人的状况啊都不太一样，还有呢，刺激病人醒来的原因，大都不同。 总之，算不上什么大碍，没事。但是，作为大夫，我得说一句：你太太躺了这么多年，现在醒了，这本身就是件大喜事儿。可不是吗？你是大喜事儿。是啊，她各方面机能恢复的好的话，你们夫妻俩的小日子，红火的小日子就开始了。你们家的。 不幸就算熬到头了，熬到头了，多好啊！啊，我呀，先走了。社区呢还有两个病人巡诊，啊，要有什么事情马上通知我。哎，您慢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恭喜您了，这可是13年，累坏了，歇会儿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都慢点。 哎呀！哎呀！人大夫说了啊，为了让我妈能好好的恢复，这心里不能再受刺激了，所以爸，你跟我妈离婚的事儿不能提，不提不提。华姨，你跟我爸再婚的事儿也不能透露啊，特别是你。 你要再刺激他，他要是再睡过去，我就不活了。没刺激的，这不整商量怎么办呢吗？是，大伙，那就先瞒一瞒。瞒瞒，那等他稍微稳定一点，咱们再想办法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，告诉他被离婚这件事儿，行吗？ 别只能这样了。
你撞我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以为这是你家停车场啊你？你马路杀着我，你看什么看？说的就是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注意点，马路杀着我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停在斑马线上的，要不然就闯红灯了。对不起，厉害。 华姐，华姐，怎么了？哟，你嗓子怎么变这样了？没事，你说。从早上来你就恍恍惚惚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啊，啊，一夜没睡。那你快去睡一觉吧。没事，你甭管了，忙你的吧，去吧。大妈您好，我们是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。哎呦，我们接到市区中央医生热线电话，说您家有一位沉睡了13年的植物人，在您一家人的悉心照料下醒了过来。我们希望针对这件事情给您一家人做一个专访，给社会传递一个充满安心的正能量。这么快就传开了，是是这儿，来请进吧，请进来。哎，用换鞋吗？啊，不用换了，来来来，好，请进。看见吧，这边来，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曙光，曙光，电视台的来了。电视台的来了。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吧？啊，对，这就是我女儿赵迎春。哎，您好，大姐，您沉睡了这么多年，能醒过来，真是个奇迹啊！啊，首先恭喜您啊！哎，别动了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感动中国栏目组，我是主持人墨菲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走进了沉睡了13年醒过来的植物人，奇迹创造者赵迎春大姐的家里。哎，我们来做一个现场播报。 您一定就是这位幸运大姐的丈夫了吧？我们家的事儿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都说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一听说你们家事情，我们都特别感动。但是作为媒体人，我们不能只感动自己，我们要做到把好的事情传扬出去，坏的事情披露出来。像这种真善美的感人事迹，我们要传送给千家万户。您说是不是？那个我们家的事儿吧，哎，我啊。 观众朋友们，啊，你们好，啊，这就是我女儿赵迎春，就是她在床上啊沉睡了13年呐，多亏了我这好女婿，她叫尤曙光，哎呀，真是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就是。
精心照料，所以她身上啊一丁点褥疮都没有啊！所以我们这女儿啊，这天苏醒了，哎，苏醒了以后还闹一笑话呢。我们以为她是回光返照呢。完了，我们还进行了什么来着？临终告别，临终告别，你看这不是大笑话吗？是不是？您家人真是太逗了。哎，大妈，你。你帮帮忙，就让大姐跟我们镜头，她抬不住，结尾拍不到呢。她抬不了，来，英川帮帮忙。哎，来来，哎，让大姐跟我们镜头前观众说两句话。哎呦，她哪会说话呀？那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英川笑。哎呦，她笑不了。不是，哎，你让大妈来。不是，大妈，这是您知道这个笑容非常重要。 这么感天动地的事迹，我们一定要给观众传播正能量，对不对？要给大家观众力量，让观众镜头照照手，照照手，照照手。我大姐招手啊！哦，她招手啊？她，你看她这手，她不行呐！这不这跟发财猫似的，你也没法用啊！您这样，比一个胜利的手势，给我们大家力量。哎，来，大姐，您二位恩爱夫妻一起，来亲密点，亲密点，亲密点。王建安。 多么和美的画面，快快快快快！这是您扶着她手臂，好不好？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外边谈吧，外边谈好吧？一会儿，先让银春歇会儿，让她先躺着，好不好？先让她休息一会儿，让她歇着。对，等会儿就过来，好好好。那外边请，外边请。收线，收线，收线。外边，外边，外边。这样一个奇迹的发生，一定离不开您全家人一直以来的悉心照料。我们相信您这么多年来，一定也受了不少累，吃了不少苦吧？不是。 爸，怎么了？是累门啊？这这这，就那儿。哦，好好好。爸，你别搀着我，你这。我没搀着您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借您全家这样悉心照料下，大姐醒过来真的是一件欢欣鼓舞的大喜事。而且更难得的是，你看，这边，您在照顾病人的同时，您一家人在照顾病人的同时，还能把家建设得这么好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有老师，我十分想知道您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一位毫无知觉的病人，您一定非常爱您的妻子吧？我，外边别说话，不是，不是，这。 李大师，您快请，您快请，来，您请里边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来来，请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。这踩的好好的，怎么说不露就不露。我这两天没睡好，有点迷糊。没觉得您迷糊，看您状态挺好的。我们家这点事儿呢，不想接受任何采访，也不想曝光。我这一迷糊呢，我给这茬给忘了。 您家这好事儿喜事儿，又不是见不得人坏事儿，您怕什么曝光啊？不管好事坏事儿，我们家都不想接受采访。对不起，诸位，对不起了啊！这都拍了一半了，就是时间也花了，袋子也费了，您说不录就不录啊？真对不起，这个麻烦您了，要不然您把那袋子给洗了啊，耽误您时间了。凭什么？我们家这儿这。 保安不错，我们小区保安特别棒。我跟你说，有北大毕业的，还有出书的，还有娶洋媳妇的，没准您还能挖掘出来一个，是吧？有才华的，哎，对不起啊，行行行，啊，师傅，走吧走吧，再见啊，再见再见，再见，啊不，再见再见。 这不是说严格保密吗？怎么电视台都来了？哎呦，不是，就咱家这格局要传出去，这害怕大姐听不见。是啊，你说，亏了没让他们采访完，反正他们的节目播不了。哎，那谁给传出去的？谁？哎，会不会那小区那个张大夫给他们电视台打的热线啊？这够事儿的。是。哎。 刚才我看你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你聊的也挺高兴的，爱妻好丈夫。算了吧，你不知道我，咱爸呢？跟粉丝聊天呢。李大师，依您的高见，他
还能恢复吗？啊，恢复一定能恢复啊。一般来说啊，在正常人的身上做经络疏通都会感到难受，少数对疼痛特别敏感的人甚至会感到痛苦。这个迎春呢，他的反应并不明显，说明他的肢体触感比较麻痹，还需要辅助护理的配合。什么叫辅助护理呀？比如说我刚给他做的这个经络疏通啊。大妹子，说句事后话，假如当初他刚昏迷的时候就能及时的给他疏通经络，大有可能不会昏迷这么多年。哟喂，那么神呐、啊、那我们不会经络疏通啊？没关系，穴位按摩也有一定的功效。哦，哎，这回跟婉华教过啊。婉华，哎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我教过你那个穴位按摩，你给他演示一下。没有，我就是按照您教那经络疏通的方法哦，给大姐按的，她都学会了。对，我也学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哎，露两手。不，来来，露两手。我他能恢复，主要是靠婉华，我是他第一个徒弟。不过呢，要想让他呀，尽快的恢复行动能力，最主要的还得靠他自己坚持康复运动。哟喂，他现在还不能动呢，那怎么进行自己的康复运动啊？他的肌肉并没有完全萎缩，只要大脑恢复没问题，其他的恢复能力很快都能跟上。哎呦喂，那太好了！咱妈今天问题很多，还很萌。主要是见着自己偶像，还是活的。哎，不是我说咱妈。他是说不在电视上啊？对对啊，身体确实很健康。嗯，怎么样？想夸就夸两句啊，别绷着，绷着也挺难受的。这儿没外人，夸两句吧。夸谁啊？夸你那一脑门子麻烦事儿的新老公。事儿是事儿，人是人，先夸人，快。挺有责任心的，也特别知道护着你。哟，这你都能看出来啊？哎呀，前两任最欠缺的，正好是他的长项。哎哎，别说人前两句啊！啊，行，人虽好，这事儿却不容乐观。怎么了？你自己有主意，能把人把握住，可这事儿可不一定由得了你。哎哎哎！啊，人家是让你夸的，你就泼冷水的毛病又犯了啊！呀，行，别对我这说什么泼冷水了。那你跟我说说看，我们家应该先注意些什么呀？什么事儿？都得把结果想在最前边，嗯，这准备才能做到前边嘛。不是我给你泼冷水，怎么样？多晒晒太阳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搬小屋去。不是搬小屋干嘛去啊？搬小屋啊，让大姐住的也不，不能，你就还在这儿。什么不能啊？大姐住这屋好晒太阳，咱们这小屋就行了。我是说，这是你的家，你在这屋睡惯了。你又说什么你的我的，不是咱的家。是，你不愿意跟我住小屋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你这样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？我都觉得合适，让大姐住的舒服一点，我心里头就舒服。来。别让我一个人搬啊！快，来，走。哎，这水多少钱？3块。啊，3块。哎呀，哎，正好。好吧。哎。这报纸呢？1块钱。1块是吗？来，哎，哎，这拿2份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哎呦。
喂喂喂，唐总，我王大臭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报纸上我刚看到啊，报纸上都登了啊，一个昏睡13年的这个妻子被自己的丈夫用真情给呼唤醒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哈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哎哎，需不需要我一会儿给你买一份送过去？送报就不必了吧？好消息我早就知道，这连这篇新闻稿子都是我找人登的。啊？不会吧？真的？哎呦呦呦，唐总，那我真的太佩服你了，确实佩服你，确实佩服你。你这个人不计前嫌，还能帮你的这个情敌哎去搞宣传，佩服，只能说你心胸开阔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。你这么激动的给我打电话过来，不是也闻着什么味儿了吗？嘿嘿嘿，唐总啊，这你可就太不了解我了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能见到人家好，我可以跟别人公平的竞争。你也配？哎呀，又说光啊，又说光！哎呀，夫妻情深，温暖人心呐！哎，来，好，别碍你手啊！哎，好，好。行，哎，坏了，齐活，哎呀，这儿多好啊，阳光明媚。这大晚上哪来的阳光？我说的是明天早晨，明天早上把窗帘咵一拉。太阳直接就照到大姐身上了，特好，阳光可暖和了。谁说今天晚上的太阳了？一点都不湿透。谁让你跟人逗呢？逗。嘘。怎么又来了？好好睡觉啊。嘘。哎。说他一看见我，他就湿的。他是不是因为我他才湿的？不会吧，他连我妈还有游游，他现在脑袋糊涂了，都是他怎么会想到你呀？那为什么你说话他就听呢？不会他心里明白说不出口吧？也是哈，别说他心里真的全清楚了，就是嘴说不出来，那有一天会。他是不是就大了？对呀，他问你是谁是吧？我躲着点他吧，别在他眼前出现了。对，那我就在这边不让他看见就完了。那只能这样了呗。还有那什么？别感谢我，我受不了这煽情的，我愿意。不是，那你哦，你是不是顺便说，麻烦你今天晚上还得自己睡？我是说这没事儿，自己睡就自己睡吧，去陪他去吧。妈岁数大了，别折腾妈了，回来把妈再折腾病了。可这哪天是个头啊？这他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了，总有好的那一天。等他好了，咱不就能跟他说了吗？那去。迎春，咱们睡觉了啊！啊，躺下啊！
啊，别叫。那台灯给你留着。嗯。那这大灯呢？嗯嗯嗯嗯，好吧。嗯。有事叫我啊。嗯。睡吧啊！你干嘛来了？我怎么吵你了呀？我在上课。我知道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有。有事回家说去，回家说去。你看，去去，你再同意，你再同意。妈呀，你给我放开，你放开，给我放了。有什么事你说吧。你那么厉害是吗？我怎么厉害了？你不厉害吗？你把我从里头拖出来的。我是为了让你说呀。我说什么呀？啊，每次我一来找你，你都觉得我是来吵架的是吧？我每次都是无理取三分，你每次都特别大方，特别大方的让着我是吧？好好好，我是不是就事论事？是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有什么事你说什么事吧。我就开门去。给你钥匙，不行，你自己开吗？不会。那你的钥匙呢？断锁里了。等我下学回去给你开，好吧？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我家里开着火呢，那火上炖着高压锅，高压里面炖着肉。给您啊，给谁？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！有病！送过去，不是你，送给人家。哎，回来！啊，给他们。哎，那你这样，来，大家安静下，安静下，听我跟你们说。去啊！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！昏睡13年的植物人被他的老公用他的深情给唤醒了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感人的事儿？这事儿，哎，等会儿啊，就发生在咱们小区。现在咱们社会上提倡的是什么？真善美。你说老公用自己的深情把他唤醒，这是不是真善美？是。领导说你群众组织的非常好啊。哎，各位父老乡亲们啊，我作为这对夫妻的好朋友，希望所有的居民朋友们和我一起来祝福这对苦尽甘来的好夫妻，祝福他们开始人生中下一段意义非凡的新婚生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那你看，就发生在咱们小区，咱们是不是该去慰问一下呀？是不是？等会儿，现在还不能去？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这有的还拿着剑的，拿着扇子的，这还穿着练功服的，不是，这太不正式了。咱们怎么也得回去换身正式的衣服，拿着鲜花，带着果篮，热热闹闹的去祝福。大家说对不对？那是这样啊！大家听好了，我宣布，1个小时之后，你们换完衣服，我们两个就在这儿等着，你们再回来，咱们集中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赶紧换衣服，换衣服！快！老花鼠光，快来呀！哎呦，
真给蹬出来了。哎呦，那可不是吗？这，哎，你看没有？哎，这多好啊！是啊，不是好，这当然好，这就是社会现在需求的正能量。哎呀，不是，十三年之后，十四年了。您当这是什么好事儿啊？当然好事，你看这照片还挺帅。哎，这就帅帅。哎呦，婉华，哎。你算赚着了！我跟你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一开始你就瞄着我们家女婿了？没有啊！哎呦，我们家女婿那没挑啊，有眼光，有眼光！哎，夹菜啊，哎，夹对，让你给你夹菜，夹菜，把虾拿出来，咱西红柿炒鸡蛋，哎，什么劲儿？妈，妈，硬啊！夹着明白。二哥，我说。你忽悠的这帮人能都来吗？这什么叫能都来吗？肯定来！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什么？我最大的长项，我呀就是靠这张嘴混出的世道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可一定来！我告诉你，放心放心。嚯！哎，好好好，感谢你，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好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好，自发的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谢谢大姐谢谢大姐，谢谢，真棒，哎，太棒了太棒了，谢谢，我替他们啊，替他们谢谢你们，替他们先谢谢啊，那放那，不是不是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见过能忽悠的，没见过这么能忽悠的。这些水平，那个是哎，需要锦旗的，请踊跃举手。好，别别别，别举，别举啊！来来来，别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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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，咱人都到齐了吗？哦，太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咱们参加。听大姐说，晨练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哈，到齐了，都到齐了，到齐了是吧？这样啊，跟着我的手走，咱们到人家里好不好？哎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来来，跟着大强哥，走啊走啊走！社会需要真善美，这个一定一定，和谐社会，你们都跟着，跟住了啊！跟住啊！别跟着，走，来，和谐社会，和谐，哪家的？这个。围住了啊！我说一下那个注意事项，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！是这样啊，病人昏睡了十三年，好不容易刚苏醒，所以啊，咱们进去之后一定要安静，你不能刺激到他，你要一刺激到他，他万一又睡过去了，责任可就是你们的了。哎呀，所以啊，大家把手机都弄成静音啊！啊，那另外的这个花篮咱们就不拿进去了啊，以免病人苏醒以后花粉过敏，到时候嗝。对，一闻到这花粉又二回过去，还是你们责任。我跟你说，那这花篮放在哪儿呢？哎，对啊，放哪儿？花篮放哪儿啊？哎，这花篮得放一个明显的位置，必须放在一个明显的位置。那花篮放哪儿啊？放哪儿？放门口。关键是进去以后气氛再热烈，不行了。我得进去，哎，你这个让我进去，得让我，不是，哎，我是组织者，你不让我进去，不是，不是这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，别急，不是我，不是干嘛呀？你这怎么没事呢？不是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你们这，哎，我这走位。啊，谁呀？啊？哎，进，我来。哎，哎呦。哟，哎，你们是？哎，您好，我们是住这个社区的。啊，刚刚听说你们家的事儿，大伙儿真是又感动又替你们高兴，都想来看看。就算给他们家道喜了是吧？道喜，看一下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，请进吧。
您是不是尤老师吧？老师，哎呀，你是尤老师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真不容易，太让我们感动了。尤老师，感动，这就是您妻子吧？啊，是是是是，躺了13年了，这气色恢复的真好。气色恢复是个好事，气色不好，不是他，谁呀？谁呀？那谁呀？屋里屋里的。尤老师，这是给您的，这挂哪儿啊？这是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，哎，这就是我的女儿赵迎春呐，就是她在床上躺了13年呐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，多亏了我那女婿啊，我那好女婿的照顾啊。我唐金锁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还好吧？很好啊，你看，尤曙光的妻子，她怎么睡了13年，突然就苏醒过来了？这对人家家真是一个大好事儿啊！这么多人都到你家来祝贺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点焦头烂额了呢？啊，这你就用不着操心了吧？不。你可这种事情，他把你夹在中间，我觉得你该怎么办呢？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13年，床上啊躺了13年的人，身上一丁点褥疮全没有，多亏了她丈夫啊！丈夫那是没有一天闲着的。哎，快曙光，快，这就是我的好女婿尤曙光老师啊！是，哎，尤老师，我代表我们唐总特意向您赠送这面锦旗啊，好丈夫的楷模，真善美的化身，社会的正能量啊。哎呀！今天吧，这份荣誉是不是应该接受啊？哎呀，接受接受，来来来，我接受。哎呀，真是啊，你必须接受。哎呀，必须接受。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不如。就趁这个时候，让尤曙光跟他的原配过日子嘛，反正你们的生活还没开始呢嘛，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，交给我。可是我们是受到法律保护的。你结婚了？你们领结婚证？领证。你急什么呀？你也不过过脑子啊你？跟我怄气。你又是跟我怄气，不过脑子。你想想，你仔细想过没有？你再这么下去，你这么坚持下去，你让他的原配怎么办？你考虑过没有？你让他的岳母怎么办？你让他的亲生女儿怎么办？尤老师，以后碰着什么麻烦事儿，千万别一人扛着，说出来跟大伙儿说出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大家说一声啊！我最后说一句，以后碰到什么麻烦事儿跟大姐说，别看大姐年岁大了，可我们这代人呐，这心里永远存着这份对他人无私奉献的激情和热血。你看他说是。我也不说什么了，反正我有一个预感，今后你们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糟糕的结果呢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谢谢啊，尤老师好。大家说的太好了，尤老师，祝贺你啊，祝贺您家的大喜事儿啊！朋友们，在尤老师13年如一日的精心照料下，13年呐，唐老板，精心照料，唐老板，您的妻子终于苏醒了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朋友们，尤老师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呀！好，一个植物人能够苏醒，真是奇迹。
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，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商人。今天我想，我想利用我们社区的会所，为大家办一个酒会，怎么样？我略备一点中西小吃和酒水，欢迎大家都来。好，好，欢迎大家。晚上一定赶到，唐老板，您别客气，不客气，您千万别客气，晚上一定要来，一定要光临，带上您的岳母，还有您沉睡了13年的妻子，刚刚苏醒的妻子，还有您的女儿，晚上见。